發展呢個旅遊業，呢個好出嚟成。咁呢個出嚟成嘅好處，當然就可以透過好多旅遊環境吸引旅客嚟。咁當然可以做到某程度上可以撥出咗零花活動，亦都可以吸引到 overseas 嘅嘗試嚟呢度投資，譬如開酒店啊、開物物啊。咁本地人就可以做導遊啊，咁啊可以提升呢個 就業率啦，job opportunities， 亦都可以趁機去發展當地嘅旅遊業，而同時可以建築當地嘅基建。咁第二講到就係話一啲。